咱们拍戏的时候，谁忘词儿忘得厉害？现场 NG 多呀、啊？看来没有，没谁吧？没什么正经词儿。笑场的有没有啊？认真了，花脸笑的比较多。哎，你说哪只？就是四只，专门演笑的那只。哦，好厉害！花脸演笑的，演床戏的那一笑场。说说这事儿吧。啊。花脸，他老那个，就是不认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不认真，对。就老跑，老跑，然后一群人在后面追着他。还有那戏，都是那个方块了，现在都就是此处删去一些方块。那可惜了，那可惜了啊！你们剪下来那点东西给我刻张盘吧。很开心、有一部分在里面，有一部分是吧？啊，今天导演也来了，子怡、丹阳都来了。好好聊一聊我们的电影最爱啊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了讲，我觉着我挺感兴趣的啊，反正是有时间大伙都去看一看，别看盗版盘，上电影院里看一看，我觉得今天最好的电影可能就是最爱。来，进入我们的今夜惊喜提问大会。这个新浪微博上今夜有戏的官方微博呀，好多朋友们关于这个电影有些留言，太多了也回答不过来，咱们挑一个两个的好吗？来，丹凤老师，有一位来自新浪微博的网友问了，他的名字叫最爱章子怡，电影最爱，我光看预告就觉得很感人，找到最爱不容易，章子怡心目中的最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哇，这个问题有点大啊。对，不太好答，我觉得。就是其实你每一段恋情当中你经历了